前有岳阳机场特斯拉禁止入内，后有杭州高架桥的，请你配合一下。今天啊，有一位特斯拉车主的视频火了，原因呢是杭州的某一个高架桥入口处配置了交警，告诉这位特斯拉车主，你不能够上高架，请走出口。车主在多次据理力争之后呢，表示为什么其他的车都可以上高架，交警斩钉截铁地说，因为你是特斯拉。他们都能走，为什么我不能走？往这边走，因为你是特斯拉。在争辩无果之后呢，特斯拉车主吐槽了一句，你是搞笑的吧？交警是这么回复的，搞笑啊，是有点搞笑，但是你服输啊。我们知道昨天呢，特斯拉刚刚升级了新款的 Model 3，有了多项提升，其中呀就包括这个摄像头像素级别进一步提升。而且马斯克早就说过了，新买了10000块世界顶级显卡 H100，对特斯拉手机的影像数据进行更加深度的学习分析，为的就是更加优秀的 FSD 自动驾驶系统。那为了提升自动驾驶，可能是这个原因之一。但是你说收集了这么多敏感的行车数据，是不是也为了点别的，就不好说了吧？新款 Model 3的摄像头像素呢，质量这个俨然已经成为了行走的眼睛。但是不要忘了，马斯克说的 Model 系列每一次升级呢，都是走向纯视觉的努力，换句话说都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亮的眼睛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公众场合，甚至部分时间段，某些公路都进行了特斯拉防控。马斯克怎么也不会想到，打败 Model 3销量的不是任性涨价40000块，而是以后这车呀可以买了平地库，不能开上路。晓得吗？ Hello 时间家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大道理。